Hello， 我是徐亚明。中秋连假4天啊，小孩放在阿公阿妈那边2天，刚好我们就有2天假。今天跟瑞比说好，这个连续假期2天假，一人一天，啊，一天不钓鱼，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台中这附近。嗯、不钓鱼，还是来鱼池啊？喂。我们决定今天不钓鱼，然后今天我们来看小黑钓鱼。小黑上礼拜刚好就是他参加一个钓鱼比赛嘛，得到冠军，想说今天来帮观众朋友呢直击一下，直击小黑的所有的装备。反正他在钓鱼，我不钓鱼，答应老婆今天不钓鱼啊、嗯哦，不钓鱼，所以带老婆出来走一走，我们等一下走一走啊，走一走。走一走的过程就顺便来帮观众直击一下冠军的吃钓装备有哪一些东西啊、哦？那我们就 go。好了，来看小黑钓鱼，浮起是一定要有的，好不好？哎、欸，你看那，这是小黑吗？有没有？这是什么花嘛？有花有草啊，有山啊，有绿色植物啊。好啊，好啊。放假天就是要出来走一走啊。好啊。是。哎、欸，这是什么石拔的？干嘛啦？我现在就很想，现在就很想。现在你想给我一个拔啦？给你靠你拔啦。看只要拿好，放火锅仔。哦哦哦！哎，这里不就有视频吗？还没装备。帮你买。好不好，各位好朋友，各位乡亲，放假天就是要带老婆出来走一走，不要一直钓鱼，一直钓鱼，一直钓鱼，老婆不会开心。说好今天不钓鱼，你看那边风景，是不是？嗯嗯。中秋节快乐。嗯，快乐快乐。好吧，先小黑吃饭啊，好不好？先吃饭、欸。小黑吃饭，你就要钓鱼啊。上天话了。嘿嘿嘿，钓鱼人的日常啊，不钓鱼去看人家钓鱼，不是就这样吗？是啊，对啊。怎样？谁说带鱼出门带鱼要钓钓？小黑是吃哪一个？下面那个大便当啊。好，你吃大便，我吃炒饭。哎、欸，大便当，大便当饭。跟小孩吃个东西，带便当来探班啊、哦、看一下台中的钓鱼池。结果本来跟老婆说今天不钓鱼啊，那、啊、现在有人在干嘛？啊！现在有人自己跑去钓鱼是正常的嘛？自己看他钓竿也手痒，马上又变身了。嗯，你认识啊？你觉得要抓到好吗？啊，好很乱的，好很乱，是不是？嗨哦！就站在那个树荫下好了。我来帮大家敲全国名人赛小黑哥的钓竿。小黑哥，我可以敲你的钓竿吗？我们来看一下小黑哥餐袋里面有什么。好，雨伞不用敲了啦，大家都会带啊。第二个，一二四，出门带这么多竿子啊？欸、我发现一件事哎、欸，小黑哥的那个竿子没有竿塞哦，不见了。为什么没有？因为这样杆子才能通风啊，才不会因为什么上次下雨嘛，还要保持干燥，所以我不会塞杆塞。原来如此，这只是什么？传承。传承。这只李霸王。对啊，它是拿来钓战斗池的。钓战斗池的比较短啊。哦，对，九尺的。好熟悉哦，小明好像也有一只哎，是吗？穿越，我们的是哪一只？我们的是龙月哦，长一样吗？那个领巾呢？嗯，怎么没有？很特别哦。哎、欸、啊，怎么还有一个掉出来了？一个尾巴掉出来了。哦，那你检查一下里面还有没有？为什么？你检查一下。哎、欸，没有啊，啊在啊。它那个是双尾啊。哦。你看它两个头不一样。有什么差吗？这样有什么差？它一个是腕转，
然后一个是我们比较传统的红线头啊，这一只杆子叫黑棍，就是大陆的裸杆。嗯，原来如此。嗯，原来出门钓鱼要带这么多，因为你不知道今天你的钓场会有什么情况、啊。那我们来挑第三格，什么东西啊？标盒。对啊，蛮美的，很有质感的、啊，还不错。嗯，也太多了吧，而且它还红色，你好骚包啊，小黑哥。对啊，还好吧。为什么那么多只？因为钓战斗比较麻烦啊，所以它可能从最小的两分到最大的2.5钱。这个可以钓鱼？对啊，钓战斗就是要那么大只。啊，这是干嘛的？这是快速钳，就是我们在钓快速那个。战斗池，假如要快速换标啊，啊，这些铅都是已经都调好的，就是标跟铅是一套的。哦，所以就是不用再另外调整，每次换标，每次调。对对对，很方便呢。对啊，小明哥，换这个好不好？我是摄影师，不要跟我说话。这个很方便啊，为什么不换？每次都要剪，还会剪太多，还有调调很久哎，下一个。哎、欸，这个盒子很美，对吧？超爱的，而且谁的、啊？谁家的？啊，所以我们不好说，不好说，对不对？那我给看观众看，自己看啊，有需要联络小明哥。哦，这一盒好一点。哦，基本上我们都是套标了。对啊，套标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整套的。这一组蛮美的，我喜欢这个。这个、啊。小明哥，他喜欢，喜欢，买，买，买买买买，这怎么跟这不一样？个人的那个，因为这种用卷的，就是标比较小，这样比较好调整。哦，啊，这个是，就是他原本买来的时候，它就是一颗的，然后比较重，哦，这样调比较快。你看出门都要带这么多哎。对啊。肥西很多哎，麻烦你。好，那我们挑下一个。线盒啊？对啊。哦，还蛮整齐的，酷哎！你看这个。有强迫症，就是要排得整整齐齐，然后要把它每天都要把它补满。每天都要把它补满。对，它有缺一根，我就你就会想要把它补，对，补起来。最细到最粗，0.6到。2.0，很想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那是空的，好，它在上面，啊，一样直线盒，可是它的线距比较短，我们钓战斗在用的。线的长度有差吗？有啊，因为线比较短的话，我们承载力会比较高，因为钓战斗都要用飞的，没有在出捞网，所以线越短越好飞啊。线太长反而鱼太重的时候抖两下它就断掉了。哦，原来是这样，也没他的事。没有，没了，那没我的事哦。好，你继续，你继续。好的。杆带敲完了，那我们来敲小黑哥后面这一箱黑色的。黑色的。小黑的包包，哎，包包可以敲吗？不行。哇，不行。不行敲。里面有我的秘密。不可以敲包包。不行。嗯，不要不要就不要，小气。这一箱打开味道很浓郁，没有了，跳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盒是什么，12、12、13、13、15，这是什么？母线盒啊，因为怕断掉啊，就要准备多付一点。这个是什么？这是插战斗网，把它撑高一点。捞网，水盆吧？耳盆。你敲人家的东西还是要放回去？哦，这个红红的是什么？这是红莓。红莓是红莓酱。这是要干嘛的？然后加在 SR 里面，都是抠鱼用的。抠鱼用的。对，你有闻到什么味道？就酸酸的啊，酒糟味吗？对，它就是酸味的酒糟。这橘色的很漂亮，很像百香果蛋糕的味道。菠萝面包味。
这是要干嘛的？这是淡奶啊，增加香饵料的香气。加是一样是加 SR 里面的。这包南极虾饵。是啊。嗯，这个要干嘛？因为现在秋天到啦，那鱼比较偏重于虾味，带一包在身上，假如真的鱼比较不吃、比较挑嘴的时候，可以加一点，比较喜欢在这种季节的时候。南极虾饵。这几罐我不是很想开啊，感觉不是很好闻呢。哦，这也太浓了吧！你闻到了什么？哎，没错，闻瓶盖，不要闻瓶子。我刚刚被吓到啊！我闻不出来，很腥啊！那就是黑水，腥味的黑水。黑水要干嘛？都是口语用的啊！我觉得我再多闻几罐，我的鼻子要坏。这都是鱼的最爱。这罐感觉也不妙。都很不友善是吗？对，我觉得很恐怖。但是还好是吧？这是什么味道？你吃巴辣最喜欢沾什么？甘草。对，它是甘草味的黑水。甘草味的黑水。嗯，我觉得我的鼻子坏坏。白色。嗯，原来是粉状的。对啊，我闻不出来。闻不出来是对的，你鼻子没有坏，它只是那个是面粉，就是鹅脚太烧的时候，我们加一点面粉让它。所以是面粉。对啊。还好，我还以为我的鼻子坏。钓鱼还要带面粉，是怕肚子饿，对不对？肚子饿自己可以做面包吃啊。加这些啊，黑水啊，还是什么？真的。这罐很不友善哎，看。真的。先给你补差一下好了。好好。嗯？嗯？是你喜欢的味道。罐是目前闻到最友善的一罐橘子。没错，它就是橘子，就是夏天在用的。小黑哥，你自己这一罐可以换一个罐子，有点可怕。好好好。好，再来嘞。冰箱里面有东西吗？有啊，很多。那我去旁边拉。腰。哇哇！被我揉出来。眼睛被你揉出来。对啊。还好不是眼珠。不舒服。连那个团长那个。我再也不要买日抛了，超难带。坐垫。进巴黎小黑进不下来，所以要刻一个进。我们来看一下冰箱里面有什么，蛮整齐的。那没了，看一下这个绿色盒子里面，木盒，那个木盒里面有什么？都是母线，主要都是放一些飘吊的吊足啦。这个很酷哎。然后那种细胶比较不会伤到线，缤纷色。嗯。啊，戴不起来。来吧。戴不起。这个看起来很漂亮。草莓，草莓味。是草莓味。这是干嘛的？冬天的时候很好用。这应该闻不出来。这个我闻不出来。这是一般所谓的猪母奶，名字不是很好听哎。可是你们女生最爱，是不是？焦糖，是焦糖的味道，没错。这个勾勾的，我觉得味道一定不好闻。现在比较有经验喽。我闻这么多了，哦，你闻那么多，你又不闻瓶盖。这一罐大概是我闻到现在最难闻的一罐，它比较臭，很浓缩的一个。你都爱吃这种吗？臭味。这个感觉是粉状。闻瓶盖，要闻，要忘记。中药味。中药粉。中药店买得到。我肚子痛在吃的。没有啦，那鱼吃的。肚子痛啊？我痛。哦，这是。麦芽味，俗称的香菇，可是让肉提味的。好，我找到一个干鳃，这是干鳃吧？我不知道谁的。啊？不知道谁的？不知道，应该不是我的。我捡的那个干鳃，哎，谁没有干鳃的？跟小黑哥拿，谁的？长这样。
这个是什么？你看，这也是母线哦。对对对，母线。嗯，母线很多组，不怕断。脚有点酸，用做的好了。哦，这一盒里面看起来很多小东西耶。对啊，我的小工具盒。这个我认识，这个是太空豆。没错，这是刚好一组的，你有没有发现？整组刚好四颗。有一个红色的。对啊，就不用让又买这个又买那种，这样一组刚好。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杨哥？那就是飘掉的时候的推铅的铅座啦。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跟刚刚那个长得不一样。我们都有那个八字环啊，它是抛在包子八字环上面，比较防缠绕，比较不会去缠绕到我们的八字环。哦、嗯，对，钓鱼也是很多小东西。嗯，超级多。这个。这个是，就是快速推铅的，它就直接做好一颗铅，你就不用自己绕啊，你要多大多小你就自己剪掉了。所以它每一个都一样。对，都一样。这个我很大推，就是我们冬天在钓铅标的时候，可以用这种线。铅条。对，它叫铅条，比铅片好用很多、啊。它是不是很大捆啊？我好像在阿信的那个。冰箱里面有看到一个很大捆，没事，我们下次再去看阿信的冰箱。下次敲他了，那就是快速别针。你看他那个有一个地方有个小缺口，他就是你上直线的时候会比较快。快速别针。对。这是我以前在用的，也是防缠绕的啊。它不是磁钓的，它是海钓的。它有点类似浮标座，只是把它套在我的快速别针上。你能跟大家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浮标座，海钓用的。然后这就是我的别针。别针？别针就是要勾快速别针用的。别针勾快速别针用？对，因为我们要快速换嘛，就需要这个。它这个、全部都浮标座。这个比较可爱啊，会有很多颜色。对啊，这是爱钓的棒球棍。是不是很多东西？嗯，偏光镜吧，但是有点卡住啊，拿出来。嗯，而且很轻，超好用，蛮好看的啊。这种是比较属于太阳太大的时候来使用比较方便。那还有另外一只偏光镜，是偏光镜，对，这就是属于阴天在用。还有分太阳跟阴天，是为什么？怎么分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阴天，那我们镜片只要太深的话，我们会看不到，然后不戴偏光镜又不行，所以是镜片的颜色。对，以颜色来区分，它像它这个就是黄色，那你在阴天的时候拿来用就非常方便。想不到吧？钓鱼要打针。针筒为什么要带针筒？我忘记了。好，忘记，好一个忘记。真的忘记。可是母线 ，DMV 母线，我习惯用 DMV 的。剪刀。两把，这也是母线，这是我冬天在用的。母线。对，这一捆比较有弹性。这个比较没弹性。对。这个比较有弹性。对，因为我们冬天死角钓比较细，那你线太硬的话，死角会一直断。那你冬天钓软一点的母线。死角就比较不容易断，应该是面子。租的时候擦眼泪用的，租的时候擦眼泪用，大家记得要带这个量杯，对，铅片，然后快速铅，这个是干嘛的？抽刀啊，磨快速铅的。我以为你要磨指甲，也行，我都蛮爱磨脚皮，有点脏。好，敲人家的东西还是要放回去。好啦，我们把小黑哥的东西看完了，我的鼻子差不多也坏了。贝比，你把小黑哥的装备都看过一遍啊？小黑哥上个礼拜才刚从这个全国大杯的名人赛得到冠军，对，非常厉害。所以今天小明才想到说啊，大家对冠军的东西应该会有一点好奇，所以我就请瑞比来做了这个直击装备的不专业开箱，所有箱一击开三箱，乱开。如果对于说石钓有兴趣的，准备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朋友，或者是说已经在这个领域玩了一阵子了，比较看看，好，你的东西跟小黑哥的东西，我看看差别在哪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好，那小黑哥也都会看留言，那小黑哥也会亲自回留言。是。